有感觉可以告诉我啊。这边也不小，
是这两个都挺大的。嗯，我那个需要去找。嗯。会，因为它是就是你穿那个尖头的鞋呀那种，它把指甲已经挤成这样了。小孩他们脚长得快，所以你一定给他穿宽松的，还有差不多的。你就是假如说上半年感觉他穿的是这个号的鞋是吧？过个两三个月他有可能就已经不湿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是不急，但是假如这个月不急，不代表下个月他们长得快，你知道吗？小孩儿。一定给他穿宽松的，如果他现在不疼的话，你不能等他就是也成了开始疼了，也得定期修，因为修不好，修的话可以缓解，就是特别重的话。就建议就是还是得做矫正，对，就跟矫正牙齿一个原理，把它给拉平了。所以说他现在要不疼的话，你赶快给他换鞋。前段时间都肿了，脚边都发红。对呀，所以你一定得注意啊。就像你这个脚啊，它不是剪不剪平的事儿，它是指甲变形了的事儿。而如果是正常的指甲啊，就是它没变形，不跟你的这么深，你看这两边，嗯，对，是，就是变形变得这么深的那种，你剪个平的就行。因为有一部分甲沟炎它是自己剪坏了的，人家是本来是平的，它呢非得给下抠那种的，说剪个平的就行。但是已经变形了的这种，就不在乎你怎么剪了，而是它长长了它就疼。就是修可以缓解，一个月一次是不是？矫正就是可以彻底把它弄好。小拇指啊，磨的成了灰指甲了。对，是磨的吗？就是你穿尖头的鞋，第一把大的给挤的坏了，小的呢，然后就是磨磨磨，磨成这样的。就是小拇指这种的不传染，它就是成个小骨朵儿。哪种的传染？我跟你说，那个掉粉儿的那种，知不知道？就是厚度还是正常的，你看那个海报上左上角那个，这种发黄的那个，然后前期那种上面里边，你看这是发黄是吧，外面这一层打了以后，里边那个黄色的是粉儿，那个真菌。嗯，它是真菌感染了是吧？对，就这个灰指甲也是那个真菌感染引起的。然后有的是受伤引起的，被砸了，或者说穿鞋挤的。我就那时候是穿高跟鞋穿的。啊。现在，就这个大部分都是，你不发现还有就是现在的灰指甲什么比以前多了吗？以前老一辈的，他们穿那个布鞋的话，也有吧，除非是那种上了岁数的，是不是？这些脚上这些毛病也比较少。这样的不传染，就是难看。就是图片上那种传染，就脚气引起的那种传染。